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妈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这是我们澳洲之旅的最后一期。在开片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旅行以及开箱影片了。来到 Brighton， 我们先找个咖啡店坐一坐，吃点东西先。这家餐厅叫 Half Moon。可能是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晚，餐厅都没有什么人，环境也不错，还提供了 drawing paper 给他们。特别喜欢这种 outdoor 和 indoor 结合的餐厅。先来看看 menu 有什么好吃的。我们给两个小孩子一人点了个 kids menu 的 pasta。我们几个大人就点了 sandwich， 沙拉，炸鱼。还有薯条，味道还是 OK。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在附近逛一逛，顺便买一杯咖啡。他们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买杯 Baby Chino 就有棉花糖送。是时候要去沙滩逛一逛了，爸爸正在忙工作，我们就先去沙滩。我个人觉得 Brighton 的水势比 St. Kilda 要清很多。玩玩水，玩玩沙。再去沙滩上和彩色房子拍拍照，多美好的一个下午呀！每一间彩色屋子上都有不同的涂鸦或者是绘画，非常漂亮。很适合打卡。那这一期简短的 Brighton 半日游也就差不多了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，有机会一定要来 Melbourne 玩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旅行片以及开箱影片啦。下一期就是二人世界的日本之旅，去了很多不错的地方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